呢，这样穿起来运动风格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啦。很紧张哈，看你汗流蛮多的。我是比较怕热。哦，比较怕热一点。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我平常比较喜欢穿比较街头风一点的东西，因为平常工作都是工作人员帮我们配好嘛，对，所以私下就会比较想要做自己的样子。所以平常大家知道，所以这样子平常休闲的打扮就是蛮帅气的。对，还是要有一点层次的打扮，就是比较街头一点的元素啊，比较潮酷一点。而且其实你应该平常也是蛮跟时尚的一个人，看我们今年是很流行牛仔风格，对，刚刚就穿了是对丹宁风，所以就穿了一个呢，我们会拍一个我们丹宁的外套。好，那接下来换我们弟弟。因为我比较瘦，所以喜欢然后就喜欢比较多层次的穿搭，对，那就是里面像一件衬衫，然后再加上搭配它里面是经典的裤头 T， 对，那就是比较休闲，但是又不邋遢的。哇，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他们三位穿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且其实我们 Hadi Hadi 呢，我们是 Ada Hadi 的我们今年新一季的全新副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 Ada Hadi 呢，大家都知道是以经典的虎头为主，但是换成 Hadi Hadi 呢，像他们三位身上穿的，大家都有看到布鲁龙吗？就是我们今年也是很经典，我们 Hadi Hadi 的经典的标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也是大家期待的时间，知道今天有惊喜要送你们吗，粉丝？大家想要吗？想要上台跟他们互动一下吗？因为接下来呢要进行的也是我们重头戏了，要来进行的是贴身的忠贞情守护。那这个时候要怎么进行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就是要来抽你们粉丝，对不对？来，一个人来选飞时间，一个人来帮我抽一张。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想要来跟我们上台跟他们一起互动吗？哎，是抽完了再一起公布吗？其实都可以啦，那一起抽好了。其实你们都看不出来，每一张都长得一样。粉丝们是记得你刚刚有丢进来的吗？里面应该有蛮多人的。哇，为什么有听到哇？来，来偷看一下，好猜吗？为什么难猜？来，我们工作人员来帮忙一下，帮忙他们猜一下。他不小心把整张给撕破。可以吗？看着，已经有人打开了。打开了。来来来，我们先来公布一下，配对到的是编号是，这是18还是3？13号。13号。编号13号的粉丝，你有在现场吗？拍照卷，拍照卷哦，是拍照卷。拍照卷，你上面13号的。13号。哎，你们跟三个人有缘的。对。黑底是几号？哦，19号。不合群嘛。我们比较瘦嘛，我们比较胖。比较瘦。好，来，我们有请握手券3号的粉丝在哪里？拍照卷。拍照卷3号的粉丝在哪里？好，你是几号？你是三号，来，先帮我们拍。你是拍照卷三号吗？拍照卷，来，那这个拍照卷，这个是13号。13号，刚刚那个他是13号，那3号的人在哪里？这边。3号，拍照卷的号码记得秀出来。我们 P D 的19号在哪里？粉丝们，赶快确认一下你的号码是几号？19号。这个机会很珍贵的，一样很瘦的19号，19号，有人是19号吗？19号，没有，我们要重抽了。来，箱子再帮我们拿出来一次。21个，19号，大家很想要上来补这个19号，对不对？真的，来，再确认一次哦。最后在抽奖箱出来之前。再问一次，19号在哪里？我们推理的19号。19号一次，不要害羞。19号两次。来，不要害羞。抽奖箱请，可惜了。不要害羞。待会我会好好来看一下19号是谁。来，再帮我重抽一张。来，换回来就可以了。来，不好开。来，工作人员帮忙一下，把它打开一下。不好说。没关系，撕破就算了。看得到上面。
面的号码就好。一号，我听到有人在喊，还想要几号？21。21。来，打开了吗？1号，一排。19。8。快点哦！哎，已经开了一半了。来，我们配对到的是谁？谁？大家好想知道是谁？12号，很瘦的12号，很瘦。你这样讲，人家压力更大。哎，12号在哪里？后面，在哪里？是你。哎，出来了哈，12号，来，我们请配对，请站好了，请帮我站在，来，这个是好。那我们待会的近距离的贴身互动，我们先从谁开始呢？先从我吧。好，先从你开始。来，那我们先请两位，我们先旁边稍微休息一下下。来，刚配对到的是谁？来，是你，3号。哎，还窃窃私语吗？讲悄悄话吗？来，这是你。大家知道配对要怎么配对吗？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给粉丝的福利。给粉丝的福利，因为你知道他们谁喜欢谁。是，对，他们都是已经支持我们很久的粉丝。哇，所以你们要怎么配？我想要跟这位小姐，这位小姐可以吗？你 OK 吗？可以跟她 OK 哈，都可以啦。来，跟妹妹你上台。好，来，接下来我们要先出现来我们的产品，我们第一个是妹妹，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叫做什么？绰号？牙套妹，记得牙套妹。牙套妹，今天要配对，有没有很紧张？很紧张，对不对？来，我接下来先递一个小法宝给你，来，是我们的包包，来，对，来包包，这个你先假装背着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接下来有情境哦，我要考考你哦。好。对，你要照着我们的情境走。来，我们帮你拿。来，你先背着包包。准备了，我要来讲情境了哈。你要跟他们一起哦哈。你们两个在这个情境里面扮演的是情侣。我会被告吗？这我会被告吗？当然不会啊，那男团妹多可爱啊。那这个时候呢，来，我要准备了，情况剧要开始了。来，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牙套妹背着我们哈迪哈迪的厚背包，跟我们的洪正呢，要开心的去逛街，像情侣般的逛街。哇，逛街，很情侣逛街，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吧？来，等一下，你的包包虽然很好看，但是请让我拿。哇，好 man 哦，好可爱哦。哇，这种拿法，因为这样我才能牵你的手。哇，融化了，有没有很开心？我们情境其实为什么有一种爸爸要牵女儿？没礼貌。你是在说他老对吧？我听得出来哦。哎，我怎么觉得有点自己加戏的感觉？来，谢谢你，来，我们不用握手了，都已经牵在一起了，好好，你们先留着哈，你先待会儿一起大合照哦哈。来，大家觉得我们哈迪哈迪后面包有没有很帅气？对，其实大家这样往前面其实也蛮帅的哈。来，好，接下来呢，我们谢谢杨涛妹，先谢谢我们的洪正，来，接下来下一位，旁边等一下哈，来。包包他喜欢的就背走了。来，下一位是天理先生，来刚刚听人气，美女，来第二号是你，来二号是帽子，来这个帽子来先拿着哈，这也是我们哈迪哈迪的帽子，我要来出考题了哈，也很紧张吗？看到刚刚这样子有没有很兴奋？来先自我介绍一下，绰号是什么？Wendy 跟我们 Kitty 是同一挂的名字， Wendy 跟 Kitty， 对，来，我接下来要来出考题了哈，这个帽子是让 Kitty 先戴着的哈，
来先拿着就好。来，你们的现场呢，我们是要准备了哈，我们是来到阳明山来看花，看花。的同时，其实花很美，他也觉得，哎，手上的帽子好像也蛮适合。哇！他脸红了。来，你就可以就戴帽子起来，好像蛮可爱的。来，这样先戴，先放着，对，这样就好。这样其实就蛮有那种街头风的。来，可是这个时候呢，戴帽子因为就觉得很可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一起跟着花景一同来帽子，还有来自拍一下。你们的手机给你的福利，只有你可以这样自拍哦。我帮你加戏一下，只有他可以自拍哦，真的自拍哦。有拍到吗？有，可以哈，来来来，好好好，谢谢。请说爱，而且还故意不拿麦克风。来来，开心吗？你看他的脸，他的脸也太红了吧？还好吗？还好还好。来，我们握个手一下，谢谢。来来，帽子给我，来旁边等一下哦。哈，哎 ，Kitty， 这个帽子先给你顾一下。好好好，接下来还有，来下一位，请出列。哇，知道为什么会摆在最后吗？有压轴呢。最后这个为什么压轴？因为最后一个是没有道具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会干嘛呢。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刚刚都是开放式的，只有你们是来到了电影院。哇！包场，对，只有你们两个正在一起看电影。看终极一班。好好好，可以。在看终极一班同时，突然间冷气很强。哎，很陡，我们粉丝是不是觉得很冷，很寒冷？寒冷的时候，哎，有看到吗？有。寒冷怎么办？我们全场看到寒冷。哇塞，上面还刚穿完有体温的。还有冷吗？害羞了，不会冷了。哇，那这个你就先披着，给你披十秒钟，有感觉到我们的温度吗？我觉得他已经讲不出话来。对，哎，忘记刚补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他是日本人，他只会讲一点点的中文，所以听不太懂。好好好，那我们先握个手好不好？谢谢。外套，来，谢谢。哎，来，等一下，我们刚三位小粉丝呢，来，我们来三位一起上台，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同来大合照一下。哇塞，感谢你们上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脸红心跳的互动。来，我们请我们 special 三团跟我们刚的粉丝，我们一同来合照一下，要配对好是不是？来。来，我们一同来拍。来，我站这边。好，包包。我看你背的还蛮自在的。其实我都可以。好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镜头。来，我们来拍照一张。感谢我们的粉丝们上台呢，跟我们的 special 一同呢，来近距离的互动。来。这个时候呢，要请大家待会准备拍照跟握手的粉丝们要准备来排队了哈。好，来，我们先谢谢三位粉丝，谢谢你们，谢谢。来，那我们请。好，来，我们是请 special 三位团员请留着，因为我们接下来呢是直接呢在舞台上面来进行我们媒体联访的部分。那我们有请呢我们的电子媒体可以先移动脚步来前方。我们要拍照，你们先不拍照吗？好，那我们先帮你们先收一下。来，我们刚的那个品牌的
品牌的 logo， 品牌的牌子 ，PO 品牌。谁？记者在问要不要背背包包拿牌子拿产品。来，先拍照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进行联访。好。我们多换几个 pose 好吗？好，来，我们同事也来拿，来这个男士，请你拿着它拍好了。好，那我们在拍照的同时呢，其实也稍微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我们的 Happy Party 呢，我们也是目前是由巨星刘嘉玲所领军的全新概念暗黑系摇滚潮流品牌。所以其实大家在拍照的同时，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展现出摇滚的华丽感，并且呢融入不羁前卫的自我概念。其实我们保留了 Linkin Park 的 DNA， 像是有涂鸦、有纹身啊、重金属等很多呢我们街头的元素。所以我们将摇滚精神呢加入更多的艺术氛围，所以给大家呢非常清新奇的暗黑新势力。好，来，我们现场还有媒体朋友们，哪边需要镜头的吗？来，那我们先从右边开始，我们先从右边开始。我们这个合照完之后呢，我们将来进行电子媒体联访部分。来，接下来正中间的镜头，正前方的镜头。好，接下来最左方的镜头。Danny。我们的。来，左边、上面、这边、上面、这边。好，左上方。好，回到中间这个动作。好，最后中间一张。上面这里，上面这里，下一个同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进行呢我们媒体联访的部分。我们先从电子媒体部分开始，我们请电子媒体朋友们，我们可以往前移动。来，大家是粉丝们，现在可以稍微移动一下位置了哈，因为我们待会媒体联访完呢，我们一样在同样的现场，我们会来进行的是我们的握手以及拍照。对对，我看好听了吗？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拿清楚。没事，四个音好吗？大哥你好。Hello， 你有声音吗？对啊，要从那边走，要从那边走，问一下，救一下。打喷嚏，找你耶，谢谢。听得到吗？一二三，三二一，可以吗？都可以了。今天那么多粉丝来支持，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有啊，今天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天了，所以今天大家都是本来有在拍戏的，在拍戏，难得可以。要不要讲一下平常的穿衣？穿衣哲学啊，我个人是喜欢地下乐团，那比较街头风一点，就是比较随性简单的。我喜欢多种色，通常都会两件。我比较喜欢运动的感觉，就是比较轻松。因为我跟洪正最近都在拍戏，所以我们穿的都是球衣类，所以就是运动风一点。你是说谁花的钱最多是吧？自装费谁最高是吧？我觉得是陈翔，比较多配件的部分，就是比较爱买，比较爱美啊，爱美，对，也爱美也爱买，对，刚好进去。那出门要花多少时间？我不太会花很多时间，因为我前一晚就会把我要明天要做的事情跟想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所以就是放在我的柜子上啊，隔天出门就穿了。会想很久、啊、还会就是去滑滑手机看一下里面想要怎么穿，然后大概的风格会先找好。所以刚刚跟粉丝互动是演出来的还是平常有的？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就是也会这样很贴心的举动啊。你是说她冷的时候脱外套？每个男生应该都会吧，正常来讲是会啊。会帮女生拿包包？会啊会啊会啊。
必须的。有的粉丝关心说，就是都是不是个人要分两张眼睛，是怎么看？因为我们的团员人数真的是蛮多的，但是呢，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经历了更年期，那今年呢，大家的状况都会比较好转，那各自都有在戏剧上也会有一些表现。那其实我们现在活动也不一定是全部团员都要参加，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分头进行，然后一起把这个 station 的团员带给大家认识。其实想问孔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出来演戏，收到组。那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个过渡期？尤其是在财力方面，会不会财力方面，是那个过渡期，对，我想每个人接戏是，就是我相信就是所有的表演工作者都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低潮。那我很庆幸我有那一段时间，所以才可以更知道说现在在演出的东西，还有怎么去诠释那个脆弱的感觉。因为我前一阵子去内地拍戏，然后刚好戴那个头套，所以我的脸过敏。然后在那边还有一些骑马啊、吊威亚或者什么戏，因为还蛮累。我觉得这些疲劳是累积的啦，就是希望。今天其实早上梳化的时候，陈翔给了我一袋东西，我以为是面膜。结果他说他是他爸爸买给他补身体的，然后他很好心分了我一袋，因为他也知道我们是这次篮球都受了蛮多伤，就给了我一袋灵芝，是不是？龟苓膏加灵芝，对，五元系的，对啊，就是在复原中。那红志宏的生日，粉丝在西门町架了一个那个帮你印的，有看到吗？哦，我有看到，那就是因为其实粉丝。真的创意蛮多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大惊喜，那就是也是希望就是再一次的呼吁，就是所有应援活动量力而为，量力而行。因为粉丝很喜欢帮你们配对，然后像陈翔就常跟 Kelly， 粉丝就喜欢他们配对，今天会不会觉得特别孤单？不会啊，因为伟静都在我们三个的心里。其实我最近发现我那边蛮多贴我跟粉丝，真的假的？知道最近超多，他们开始换口味了，对，换口味。那你要成长怎么办？我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到处，如果很强，我跟你也配过，跟你也配过，跟伟静也配过，跟很多人都配过。那发现飞鸟跟伟静其实因为我们买东西的风格，花莲买衣服的话会穿出来很大。刚刚问经纪人，他们说可能不会很适合。真的吗？会拿对方的钱，对，因为我们其实也都差不多。问一下外界说，就是那个薪水的部分，然后经纪公司说已经从十二月到现在进账300万元，那你们怎么看？300万啊，我不晓得，这可能要请经纪公司回答。那你们会觉得薪水太少吗？有没以前那么少吗？那个是一个过程啦，现在目前慢慢的有比较好转，因为每个人就是有接的戏剧的部分，所以会比之前好很多。我想问，因为有人说就是有些成员可能会觉得说，合约快到了，那是不是能够要求金额可能够再多加一点点筹码再下一次？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团员自己比较私密的部分，因为我们团员间也不太会去讨论彼此的合约。那这部分可能是团员自己要跟公司去做一个协商。好了，好像要出新专辑，宣传一下新专辑。专辑的部分就是七月的时候会预购，然后发行给大家。好了。这一次呢，就是我们一样有很多轻快的歌曲，那曲风上也有一些比较俏皮，希望大家可以讲一下主打歌。主打歌会换家吗？您说唱片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其实秘密的筹备第四张完整的专辑，所以这个部分都还没有谈到。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新成员。谢谢大家喽，好了。Special 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固定人数的团体，那所有新加入的心血都是为了让 Special 变得更好。好了，谢谢。预备很久。
哎，那大家的麦克风。谢谢。啊，领麦时间。好的，那我们先让我们 Station 的团员呢，我们现在换定。